在这段从5月19号到现在，今天7月1号，已经一个半月没有看到大家，大家平安。接下来7月、8月是暑假了，两个月的时间里面，希望我们每一个同学的家人都平安，也希望我们同学也能够利用时间，在这段时间里面好好的充实自己，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。拜拜。亲爱的所有慈幼的同学大家好，今天终于来到我们109学年度第二学期的修业式。那这个学期非常的特别，就是5月19之后我们就全部都线上上课，那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我们都在线上跟老师然后跟同学们一起学习，那也来到了最后结束的时间。那在这里呢，彭妈要提醒大家，就是暑假开始了，那趁这个暑假放假的时间，因为还在疫情当中，大家就不要先乱跑，然后到处想要去那里玩，趁这个疫情还没有非常稳定的时候，先思考一下，想一想，把这个学期做一个整理，不管是你的学习也好啦，生活也好啦，都做一个整理，然后有一个完整的这个概念之后，接下来再来好好的规划一下你的暑期生活要怎么样的去进行。那7月2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都是大家的暑假期间，那这一段时间好好利用，好好把握，那不要忘记，该返校的时候要回来返校，然后该有一些学校有一些活动，有一些考试，你也不要忘记要准时回来参加。那在这里再一次这个祝福大家，那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充实的暑假生活。拜拜。慈幼工商的各位同学大家好，很不容易这学期总算到了结尾了，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导致我们的学习充满着困难，那我们学校也克服了万难，我们做了很严谨的一个远距的一个教学，当然这段时间以来的学习是很辛苦的，那我觉得大致上的话，每一个同学都还是很认真的完成，希望各位同学在这段疫情期间可以平安，然后我们下一学期可以正常的回到学校上课，相信你们也非常的期待我们可以回到过我们的快乐的校园生活，那下学期慈幼工商期待你们的回来，谢谢大家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总务主任，那在这边呢，有件事情跟同学报告，就是同学的团扇还有校车的车资都会依停课的天数让同学办理退费，那校车退费的方式呢是用计算好的退费车资去抵缴下学期的车资，那如果下学期不坐校车的同学就可以办理退费，那请同学务必转告家长，那疫情期间请同学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那希望下次看到你们的时候是白白胖胖又健康的你们，拜拜。好，各位同学辛苦了哈，学期末然后你们就是这段时间的学习方法，线上学习方法我知道你们在实际操作方面真的无法真正的去实做，但是各位同学不用紧张，我们的老师在线上上课有很多的分析，那当然你们最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技能检定的这个部分，又关于你们一生中的第一章就是你的证照，各科的主任都有帮你们做很多的筹划，也包含帮你们安排回校来练习，各位同学为了你们未来的前途，请你们一定要配合各科主任的一个回训时间，一定要回来练习，排除万难也要为了这张证照回来拿取，未来对你会相当的有帮助，希望各位同学能够顺利的考上这张证照，在此主任祝福你们拥有很好的未来，谢谢。嗨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
又到了期末了，这今年的期末比较特别哦，就是我们必须在空中线上见面。那因为疫情的影响啊，希望同学在暑假期间啊，好好的照顾自己，然后到了九月我们就可以回到学校见面了。祝福同学暑假快乐，拜拜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那五月份哦，我们就开始实习暑假了哦。那不过现在是真的要暑假了哦。包师高神父说，他如果看到你们，他就会觉得很兴奋。那可是从五月份的时候，你们不能来学校，我们就真的兴奋不起来了哦。很多活动、很多事情都不能做，只能透过线上上课。那现在我们疫情已经到了一个阶段了哦，我们真的要进入暑假。所以希望疫情能够稳定，然后大家也要保持学习，然后暑假的时间里面哦，还不断的去，就是注意安全之外哦，能够在网上，然后保持学习的这个精神，不要松懈。然后暑假过了之后，希望我们就可以很快在学校后面，然后你每次进校门的时候，又可以看到包师高的，你知道包师高就是最关心你们的，希望你们暑假能够平安快乐。开学，赶快回来，谢谢。